容止完全看穿了他，他之所以特意让容止多准备几个香囊，一来是想要多一些让王一之分析研究的材料，二来可以直接从他所取用的香料之中获取原始成分。也许容止会取一些别的香料来做烟雾弹，但是毕竟可以缩小范围。但是容止亲手送来的这方锦帛上，规规整整的写着的是香料的名称、用料、加工方式，最后还有一份药水的配方。另一面也说明了容止洞悉他的意图他，他稍有动作，容止便能判断出他想要什么。 就如今天这桩眼前此事有一点点不爽，但是不爽的同时，却好像又有一点点的楚玉说不出来，那是什么心情？也许还有一些佩服吧。他应该不知道王一之的事，毕竟楚玉得见王一之是纯粹的巧合。容止只是从今天他的命令里猜出他的意图，但是为什么他要直接把配方送过来，让楚玉不解的是，容止这么做究竟是在打算干什么呢？世威表示他能看穿他的想法显，显摆他很聪明，还是示好，用实际行动。 证明他没有敌意，不管从哪个角度去思考，容止都不像是会做示威这种无聊的事的人。至于另一个可能，假如容止这个行为是示好，那么他想通过这向他要求些什么？将锦帛折叠起来放进怀里，想起方才右兰说的话，他忍不住笑了起来，有点生气，又觉得有些有有趣。容止有什么目的？他自己一个人胡思乱想是没有用的，最好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直接去找容止询问。楚玉慢吞吞的出门，可是才走出东上阁，却见怀远站在。 东上阁的门口，与门口的侍卫说着什么。楚玉好似漫不经心地问道：“他等了多久了？”右蓝下意识地回答：“约莫过了一个时辰。”话说出口，他才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，刹那间脸色惨白。楚玉停下脚步，笑眯眯地望着右蓝：“很不错呀，你敢冒着会让我不高兴的风险给容止传递消息，还远是来找我的你，你却不捎带着通报。一生看来，容止的影响力在公主府上依旧非常巨大呢。” 意识到楚玉话语中的幽冷之意，幼兰脸色惨白，咚的一下，双膝跪地，哆嗦着道：“公主饶命！”楚玉依旧笑盈盈的居高临下望着她，却不出手相扶。虽然楚玉并没有对幼兰下黑手的打算，但是却有意识的延长她恐惧的时间，这是一种心理上的压迫，也是对这个小姑娘的一次小小警告：不要太放肆，不要太自作主张。这是楚玉的潜台词。每一个人都是独立自主的个体，楚玉从来不认为他虎躯一震。 又或者喊两句平等什么的，就能够轻易的收买人心。因此，对于幼兰的小小心思，楚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虽然现在看起来容止好像已经失宠，然而日久积威之下，还是能令幼兰下意识服从在最新受宠的怀远和貌似失宠的容止之间。幼兰无意识的选择已经表明了立场，他潜意识里认为跟着容止能得到更多好处，因而冷落了想要见楚玉的怀远。思索了一会，楚玉吩咐侍卫把他关柴房里，不准给他送吃的。三日后的这时候再放出来。 他语气淡淡，却隐约透着冰冷蓝。幼兰哆嗦着身子被侍卫架着双臂拖走，楚玉望着他幼小的惨白脸容，有些心软，几乎要脱口而出收回命令，但理性还是及时回笼，压抑住了不该有的冲动。这时候不能够心软，楚玉对自己说不去理会被拖走的幼兰。楚玉径直走向桓远，问道：“找我有什么事？”没等桓远回答，他又吩咐两侧的侍卫：“今后桓公子要是来找我，你们就直接放行。” 记住了，两侧侍卫彼此对视，交换惊奇的目光，心中暗暗揣摩公主的宠爱，果真已经移到还远身上。今后要多加小心。交代完毕，楚玉才又一次望向还远，有事便说吧。今后若有什么要事，可以直接换人来通报我。我给你的那几个侍从不是用来摆着好看的。还远，请楚玉与他走到一旁较近的地方面带愧色的道府内，接连有些珍贵物件失窃。其实这件事他昨日便想禀告，却不知为何昨晚见到楚玉后竟忘了此事，以致拖延到现在。 楚玉眉头一拧，道：“查出来是谁干的？”没有看还远神情，他心中已经明了了答案。不待还远回答他，他微笑着自己街道都丢失了什么，损失很大吗？少了些事物摆设，折合起来约莫有三四十万钱。还远微微抿着嘴唇道：“还有一些陈年账目，有些问题。”楚玉一听还远提到账目，就头疼那些繁琐的数字，能把人看晕过去。他屈起手指扣着自己的下巴，片刻后有了主意：“这事情交给我吧，我现在要去一个地方，你。” 随我来！怀远愣了一下，跟上楚玉的脚步。公主，这是要去哪里？木雪园，容止的住所。容止的墓雪园，清幽如故。前些天被花错月劫飞斩断的竹子已经被清理掉，并从别处移来了新的树木，在正午的阳光下，散发着令人心旷神怡的绿意。专门搭起来遮阴的藤架下，容止悠闲的躺在软榻上，直射的日光大半被藤蔓的宽阔绿叶遮挡。他眼眸和脸嘴角含笑。 身姿慵懒似在假寐，但是楚玉却直觉的认为他在等他。当楚玉走到容止身边时，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眸便缓缓的睁开了。楚玉也不拐弯抹角，直接从怀里掏出叠起来的锦帛，在他头顶上晃了晃后收起。到你不要说不知道我的来意。容止笑笑道：“这是当然。”容止原本便是在此等待公主的，他一手支着软榻，缓缓起身坐起来时，好像牵动到了伤口，身体顿了一下，脸上却刹那间浮现欣然的微笑。 好容易才坐起来，他微微喘了口气，过了好一会才道：“我想问公主讨一件东西是什么？七叶雪芝，那是什么东西？”楚玉眨眨眼，正在努力回忆，一旁还远却低声提醒公主：“是前些天陛下的赏赐之一。虽然容植手上掌握着上药司药材药库香料三项权力，然而诸如七叶雪芝这样皇帝赏赐的珍贵又可以较长时间保存的药材，却是归于宝物那一类，收藏入宝库之中的。而这一项权力，目前已经由还远接管。” 但凡有谁想要从中取用，都要通过楚玉这一关。容止微微一笑，他仰头望着站在身旁的楚玉，神情坦然。阿措的伤势已经拖延了好几年，如今总算是等到了关键的一味药材。希望公主能够成全容止有所需求。察觉到楚玉想要香料的配方后，便主动的送上，以此来交换治愈花措的药材。平心而论，这笔交易其实是很划算的，因为那什么七叶雪芝对楚玉而言可有可无。可是，假如把香囊的配方掌握在手里，对于楚玉而言。 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，但是楚玉俯视着容止两人的眼睛，只有不到二尺的距离，彼此表露的情绪都一目了然。他几乎是有些恶意的微笑。假如我不准呢？容止慢悠悠的笑起来，却没有如楚玉所希望的那样露出焦急为难之色，指十分安适的道：“公主还想要什么？”楚玉无奈的叹了口气：“你就不能稍微笨一点，不要猜出我的想法吗？”他倒也不是小气，只不过容止现在既然有所要求他，他便想趁着这个机会多掌控一些东西。正所谓趁火打劫过，过期不候。 而方才刻意为难的说辞，也不过是不甘心的小小任性，想要看容止不管何时都从容不迫的脸上出现别的神情。容止依旧慢悠悠的笑，让公主失望，实在是我的罪过说。说虽是这么说，可他的神情自在的很，没有半点罪过的意思。楚玉不爽的撇撇嘴，伸出三根手指，三件事。他继续俯视着容止：“你替我完成三件事，我给你你想要的。”如何？容止微微一笑：“难道我可以拒绝吗？”绿荫的遮蔽下。 他的脸容苍白的惊人，几乎与身上的雪长同色，眉毛眼睛却漆黑如墨，仿佛深不见底。楚玉微微撑大眼看着他，羽扇般的眼界颤动，柔软的发丝几乎擦过他的鼻尖。楚玉下意识的后退一步，容止长身而立，脸容必认正色道：“公主有何分？”傅虽然后退了一步，两人之间的距离还是近了。楚玉不得不抬起头才能正视容止。他又退了两步，不动声色的将方才怀原所说的又重复一遍：“你如此聪明，该知道我要让你做些什么指。”容止。 想了想，有些无奈的道：“公主，这不是强人所难吗？我近来足不出户，怎么会晓得是谁手脚不干净？”楚玉此时却一步不让他，冷静的微笑着，定定的望着容止。你知道的，不要含混过去。尽管没有任何证据，可是楚玉心里异常清晰的感觉，容止知道一切。他所掌握的绝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权利。虽然对一个不明底细的人有这样强烈的信心，是一件很荒谬的事。 可是楚玉的感觉从来没有这样的明确和有力过，简直就好像理所当然的事情。一般容止抿了一下苍白的嘴唇，忽然又是一笑。假如公主一定要这么认为，那么我也只有勉力尝试她。他欠了欠身，偷盗那人应该不会立即出手上潜，尚且需要时间等待。请公主调给我一些侍卫，三日内我将给公主答复。见他愿意配合楚玉，自然是十分满意，点了点头，允准他的要求。然而冷不防容止的声音传过来：“那么，公主。” 第二桩和第三桩是是什么呢？一并在此说了吧，我也好一同办了。楚玉冷笑一声道：“你先办好了此事，再来谈第二桩吧。倘若这一桩也办不好，我便将那七叶雪芝切碎了位于，喂鱼去，丢下这些灵芝，以令容止。”的话，楚玉心虚不已的转过身去。什么第二、第三件事，他现在压根都还没想好，就连那第一件也不过是临时拉来凑数的。楚玉招呼一声，环远跟他离开，快步走动之际，听到身后容止的声音悠悠传来：“既然如此。” 那么我便不送公主，只是公主，你对那小丫头的惩罚似乎太轻了些，才不过饿上三天而已。这么做最多也就是能吓唬到幼兰一个人。楚玉心头一震，脚步顿住，却没有回头，只开口问道：“那你说当如何？”他的嗓音轻柔如雪可，可是言辞之间却闪烁着杀伐决断的冷酷辉光。杖杀，拖到最显眼、最多人来往的地方，施以杖刑，不要一棍子打死，要打上整整三日，让所有人都瞧见如此。 才能显示出威慑的力量，让所有人心有所惧，胆寒不已。头顶仿佛有利剑高悬，楚玉冷然道：“你不觉得如此御下太过严苛、酷吏了吗？”容止微微一笑，重新坐回软榻上，尽量不牵动伤势的，小心翼翼的躺好非。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，如不行非常手段，难以在极短时日内奏功。楚玉依旧定定的站着，背脊比直，身子没有半点动弹，歪斜还远就站在楚玉身旁。听了容止的话，忍不住偏头瞧了楚玉一眼。 却见那张清雅的脸容上，仿佛凝着阴郁的层云，澄澈的眼底翻卷着狂澜。你说的不错，过了好一会儿，楚玉微微的笑了，这些微的笑意有一点无奈的，可是也有一点骄傲的。这确实是最好的法子。楚玉扬了扬下巴，嘴角的笑容有些倔强。再回过头去时，眼底已经是灿烂的眸光。你这么说可不太对，幼兰受到责罚，可是因为你他这么说，可是在拆自己的台子。容止漫不经心的笑笑，一码归一码。 那是两回事，楚玉也是一笑，你说的不错，那是两回事。楚玉知道自己现在想要的行事动作需要花很大的气力，也许每一步都会遇到很大的阻力。假如想要快些达成目的，抛弃怜悯决断行事是最好的选择戎。容止应该也是隐约觉察到了他想要做些什么，才会如此提醒。楚玉也明白，他说的很对，可是他做不到。假如能够做到，那么他便不是楚玉了。因此，他宁可抛弃最容易的那条道路曲折。 而迂回的前进，小心翼翼地靠近那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触摸到的目标。尽管身后的历史滚动声已迫近耳旁，夜过半，一弯新月如钩，高挂在墨蓝色的夜穹之上，撒着极为淡薄的青灰，一条纤细的身影走进柴房，左右看看，确定了四下无人，才取出藏在袖中的钥匙，打开柴房门上的铜锁。柴房门吱呀一声响了。这柴房乃是好几间相连的大屋，屋内堆叠着干柴，一捆一捆高高的，几乎落到了梁上。又兰纤瘦的身子蜷缩在角落里。 初夏的夜晚依然有些微的凉意，一天的饥饿更是令他全身虚软，好饿又兰脑袋晕乎乎的想，整个人都空空的，好像飘在软绵绵的云端。但身后坚硬的柴枝却硌着肩背，意识在昏茫中沉浮。幼兰心说：“睡着就不饿了。才喊喊呼呼的”才含含糊糊的闭上眼睛，却又听见门外传来的声音——开锁声、推门声。寂静将声音放大，深深的传入幼兰耳中。是谁？幼兰迷茫的睁开眼，视野好一会儿才又模糊到清楚，借着从窗口打进来的些。 许微光瞧见猫一般溜进来的是一个约莫十四五岁的粉衣少女。她进屋之后，便反手将柴房门掩上，将手上提着的竹篮子放在地上。幼兰忍不住吃惊的叫出来人的名字：“小黛。”来人竟是平日与她最为交好的侍女粉黛。两人是一同进入公主府的，在她受到公主重用之前，两人都是同吃同住，受了府内其他人欺负，也是抱在一起互相安慰。只不过当幼兰被楚玉提拔之后，便与粉黛渐渐生疏了。粉黛生得很单薄。 整个人都是小小的他，他提着有些吃力，放下后大大的喘了口气，才着急凑过来瞧右兰。小兰，你没事吧？右兰心底涌现感激的暖流，也不由得有些焦急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一时间，她竟忘了问粉黛是怎么有柴房钥匙的了粉带。粉黛抿着薄薄的嘴唇，一笑，巧声道：“饿了很久了吧？我给你送吃的来了。”她说着，将盖在篮子上的蓝布小袄掀开，把篮中盛装的碟碗杯子一件件的取出来，放在地面上。 一共有四张面饼，一大碗拌了肉汤的米饭，一小罐腌菜，还有两只煮熟的鸡蛋。另外，篮子里还放着一只大铜壶，看起来里面装满了水。又兰感激的望着粉黛道：“小袋，你对我真好，你快些走吧，这么太危险了。要是你被发现……”幼兰现在总算明白，患难才见真情，也为自己前些日子没有好好照顾粉黛而羞愧。粉黛的神色飞快闪过一丝不自然，他打断幼兰道：“你别这么说，我们是姐妹啊！快些吃吧，吃完后留着些藏起来。” 我明日这时候再来看你。他把盛米饭的碗放在右兰的无力的手上，右兰聚起气力，端起碗来，狼吞虎咽粉。粉黛拿起搭在一旁柴垛上的小袄，给他披在背上，道：“虽说下风不凉，可你还是要小心，喂好右兰。饿得狠了，加上肉汤拌饭也算美味。”他把脸埋在碗里，连连应声。粉黛看着他善赖的明眸中流露些微怜悯之色。等右兰差不多吃饱了，才低声道：“其实这些东西。” 不是我弄来的幼。右兰惊讶地抬起头，嘴角边还沾着几粒饭粒，这才想起来，她方才吃进肚子里的半汤饭是温热的。眼下已经是深夜，怎么还会有温热的剩饭？粉带咬着薄薄的嘴唇，好一会儿才慢慢的道：“其实早些时候，我原本打算去伙房给你偷些干馍，但是却在那儿瞧见一个人。你猜是谁？”右兰眨,眨眨眼，她实在想不出，这个时候还会有什么人敢冒着让公主生气的风险给她找吃的。粉黛的嘴唇贴到右兰的耳边，声音很低。 是公主啊！幼兰惊呼出声，粉黛伸出一根手指压住她的嘴唇，悄声道：“我偷偷告诉你的，你可别对别人说。公主是很宠你的，今日因为你擅作主张而生气罚过之后，便有些后悔了，但也不好收回说出的话，便命我给你送些吃的她。她还让我别告诉你。”幼兰忍不住又要惊呼出声，想起粉黛的话，连忙闭上嘴。两个女孩子又悄悄的说了一会儿话，粉黛才提着轻了不少的。 篮子离开走前，又将门锁原样锁上，先将篮子放回厨房。粉黛快步赶往东上阁，楚玉就站在东上阁门口见他来了，问道：“给他送去了？”是粉黛低着头轻声道。楚玉笑笑你：“你也回去睡吧，不必服侍我了。”也不等粉黛应声，楚玉便反身往回走，脚步如风，脸上却不自觉地浮现自嘲的笑容。假如那家伙知道他干了这件事，一定又会用那种看不透的眼神说一些含糊的话。 甚至有可能在心里嘲笑他蠢吧，用这么曲折的办法才增加一些一个小丫头的忠诚砝码。他似乎确实是蠢的够，可以杀伐决断，是聪明理性取舍是聪明。也许他这辈子都没办法做个聪明人了。次日早上再进宫，除了第一次应召以外，之后楚玉挑选的进宫时间几乎都是掐在小皇帝散朝之后。对于朝上所发生的事，能通过刘子业的情绪并稍加套问，有一个粗略的掌握。今天也不例外。然而在进宫的时候。 楚玉却又无意间瞧见了天如镜那一抹飘渺离尘的紫色身影，朝刘子叶后宫的方向走去。直到天如镜的背影消失在宫墙之后，楚玉才皱了下眉头，偏头问一旁的宦官：“他时常来宫中驱鬼，来回数次，都是这太监领路。约莫十七八岁，楚玉已经知道他的名字叫玄安。这些天，他已经记熟了宫中路线，眼下的领路也不过是做个姿态，摆一摆身份罢了。”玄安的声音有些细淡，因为音调低柔，并不显刺耳似的。虽然他回得中规中矩。 但是楚玉并不满意，他从袖子里取出一只金簪，递给玄安，微微一笑。还有呢？现在楚玉的袖子里有金簪、银簪、玉簪各数枝轻巧一些，贿赂、防身两用，便利。不动声色的接过簪子，纳入袖中。玄安低声道：“后宫之中，哪天是能不死人的呢？人死的多了，鬼便自然生了。”楚玉笑一下，慢慢的向前走。你该知道，我要的并不是这个回答。玄安说的虽然不能算错，可是却不是楚玉想要知道的方面。玄安犹豫片刻，跟上楚玉的脚步，还是开了口。 其实有些时候是宫中女子发自私心，以驱鬼为借口。天师大人年轻俊俏。说到这里，楚玉已经明了深宫之中女人很多，除了少数受宠的，大部分也很寂寞。但她还是忍不住惊讶不已。陛下，他不知道，这算是给刘子业戴绿帽子吧？玄安连忙道：“公主千万不要误会，天师大人人品端正清雅，从不与世俗沾染。天如镜大人是天人转世，又岂是凡俗人能匹配的？那些后宫妃子，召天如镜前去了不起。” 也便是瞧上一瞧，连碰上他的衣角都难处。楚玉冷静的沈氏玄安，发现他的神情微微狂热，对天如镜的仰慕竟然完全找不到半点生硬的痕迹，好似发自真心一般。那天如镜有这么了不得？玄安叹道：“天师大人是有道之士啊，自然与我等凡夫俗子不同。那周身的气派，岂是凡人能有的？”公主若是靠近天师大人，便会感觉到他周身都好像带着一片空灵之气。楚玉实在听不下去这么肉麻的吹捧白白，摆摆手。 示意他不必再说，去见了刘子业，重复之前每日的安抚功课。楚玉出宫之际，还是玄安相送，于是很顺利的又接上了先前打断的话头。倘若请天师大人去驱鬼，需要付出多少酬劳？玄安一正道，天师大人是人间仙郎，又怎么会贪图酬劳？楚玉很想再讽刺几句，然而想起眼前的太监似乎对天如镜很推崇，不想与他发生太大矛盾，便暗自忍下，只微笑道：“如此实在太好了。这些日子也不知怎么的，我的府上有几间屋子。” 闹鬼，我已经与陛下说过，倘若天师大人有闲暇，便请他来我府上驱鬼吧。两人已经走到了宫门前，闻他此言，对天师大人仰慕不已的年轻宦官江丽在当场眼睁睁的看着扬长而去。过了好一会儿，直到楚玉的车驾离开，他才缓过神来，脚下踉踉跄跄的，便朝天如镜现在所在的宫室跑去，他要提醒天师大人。 楚玉直接回了公主府，直取修远居去找还远才。走到东西上阁交界处，便有人告知，今天有位姓王的给他投递了一封帖子。楚玉懒得为一封帖子特地停下，便令人一同送往修远居。修远居中，还远还在处理事务。楚玉坐在他对面，定定的望着他。虽然楚玉让还远不必理会他，可是还远始终无法忽略长戟对面投来的视线。越是想要忽略，反而越是无法不去在意，仿佛有芒刺在背，骨梗在喉。 终于，他忍不住抬起头来，正欲张口，外面却传来敲门声。公主，您要的帖子拿来了。声音怯怯的、细细的，说话的人是今日芳。被楚玉调到身边的粉黛，粉黛进来送了帖子，又快速的离开。楚玉翻开帖子，帖子是王一之写的，不过是邀请玉子楚前去参加一场聚会。楚玉之所以要一直留在还远房中，倒不是故意要给还远找不痛快，他这么做是要用实际行动让府上的人看明白现在的风向，让他们看清楚他的偏向。还远并不。 知道楚玉的想法，他已经无心处理事务。见楚玉拿着帖子看了又看，忍不住有些好奇，也想看看是什么能让楚玉这么欢快，眼光才悄无声息的飘过去。此时外面又有人敲门，公主太史令天如进来访，来的好楚玉将帖子一合，唰的一下站起来，快步朝外走去，怀远望着楚玉离开的方向，郁闷不已。他还没瞧见楚玉，快步的走出西上阁，便看到被带来见他的现任太史令大人。 据说，是不惹凡俗的天师天如镜，静静地背对着他站立，他的身姿还是宛如初见一般出尘。清风吹起他的衣衫，在白纱的笼罩下，似幻似真，远远看去有翩然若乘风而去的错觉。楚玉虽然对他很是不以为然，可是见此情形，还是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。不得不说，这脉象还是极具欺骗性的。楚玉正要走进天如镜，忽然眼前一晃，仿佛有什么挡在身前，他连忙刹住脚步，定睛瞧去。 却见是岳杰飞单膝跪在他面前，面带恳求之意。楚玉皱眉道：“岳杰飞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有什么话起来再说。”岳杰飞却不肯起来，只问道：“公主，请天如镜来此有何用意？”楚玉眉毛一跳，尽量平静的道：“自然是找天师来驱鬼。除此之外，还能做什么？”他有些心虚，暗道：“难道他的意图表现的这么明显，连岳杰飞都发现了？”岳杰飞先回头看了一眼天如镜，才转回身道：“请公主放过静师弟，放过楚玉。”好一会儿。 才领他的意思，这神棍天如镜竟然是月劫飞的师弟楚玉，还来不及深究一个术士和一个剑客是怎么扯到一起的，便见月劫飞面现壮士断腕之色，沉声的道：“公主若是放过晋师弟月劫飞，愿意为公主物色十名绝色美少年相换楚玉，自然知道月劫飞在想些什么，却不解释，只微笑道：如果要我放过他，你愿意为了他做到什么地步？假如我要你代替他呢？”他对此很是好奇，月劫飞牙一咬，决然道：“任凭公主。” 吩咐楚玉，原以为他头脑一发热变，便夸大其词，说什么都愿意做，却没想到这竟是真的，不在玩笑。楚玉柔和了眉眼，弯腰扶上岳杰飞的双肩，在触碰到他的身体时，感觉到一瞬间的僵硬，更是有些怜惜。你不必如此，我方才都是说笑的。他要扶起岳杰飞，但后者却沉着不愿起来。楚玉正要拿出公主架子身前，忽然变得有些暗，抬眼一瞧，是天如镜走到岳杰飞身旁，挡住了部分光线。天如镜面上是一派平淡，既不见生气。 也不见月劫飞为他牺牲而产生的感激，只静静的道：“师兄，请不必为我担忧，我自当。”无视他伸出一只手朝月劫飞肋下一拖，后者便顺势站了起来。楚玉也跟随着二人的动作后退半步，抬眼望着天，如镜微笑道：“天师大人要驱鬼的地方，便在我的卧房，请随我来说。”起来，山阴公主的好色性情是不错的保护色，一切想要暗中进行的事，都可以藏在这个表皮之下。月劫飞一听，又有些焦急，忍不住叫出声来：“敬师弟三人敬 入冬上阁，一路行往楚玉卧房。临走到门前，楚玉令月节妃在门口守着，拉开门就要往里走。眼角余光朝旁一瞥，却瞥见令他哭笑不得的景象。月节妃紧张不舍得殷切关怀，嘱咐道：“阿静，假如你进去之后，公主要对你做什么奇怪的事，你千万不要答应。”天如镜又不厌其烦的点了点头，样子看起来几乎可以算得上乖巧了。楚玉忍不住猛翻白眼，至于吗？他就那么像色中恶鬼、豺狼虎豹，就算真发生什么事。 按照传统男女观念来看，吃亏的人应该是他吧？就在楚玉回身打算关门的时候，岳杰飞踮起脚朝门内喊：“阿静，你记住，假如有什么事，就大声叫师兄，师兄会保护你的。”当着岳杰飞的面，楚玉黑着脸狠狠的摔上门。楚玉用力的摔上门，仍然有点余怒未消落栓之后，又在门上踹了一脚，这才转过身来。一转身，他的目光便陷入一双漆黑成银的眸子之中。天如镜就站在他的身后一尺处，他脸容如玉，典雅。 神情无喜无怒无忧无不，他纯黑的眼眸的边缘好似泛着一层浅浅的微光，圆圆的眼瞳好似映着婴儿般不染世俗的纯净。头一次挨得这么近，楚玉脸颊上的肌肤好似感觉到天如镜身侧的空气格外清爽他。他猛地回过神来，暗道自己竟然被神棍崇拜者的言语给误导了，竟然也产生了仙人身旁有仙气的错觉。楚玉在外屋墙边坐定，望着站在屋中央的天如镜，脑子里还有些乱，没怎么厘清，便张口问名字：天如镜。 今年多大了？十九，比他小五岁。一问一，打两回。楚玉自己先打住了，觉得自己好像在查户口。他注视着天如镜，被他一直看着的人却没有半分不自在，好像世界上的一切都与他无关。压下这奇怪的念头，楚玉神情一正道：“我听人说你是仙人转世，会很多法术。”天如镜静静的听着，并不接话。楚玉很亲切的问：“都会什么法术？会呼风唤雨吗？”天如镜摇摇头。 不会会移山填海吗？不会，楚玉一手托腮，手肘支在椅子扶手上。那你都会些什么法术？天如镜又沉默了。楚玉暗暗的揣摩两人刚才的问答，发现，在问及天如镜是否会法术，又或者会什么法术的时候，他都会很适时的保持沉默；而在具体问到会不会某项法术时，他又会很诚实的回答不会。他没有说自己不会法术，也没有说自己会法术。这样的回答反而更加坐实了楚玉先前的猜测：这个神棍根本就是在装神弄鬼，问真实的本事。 他是没有的。楚玉心下冷笑，面色却更为的柔和。那么驱鬼呢？这回天如镜却没有保持缄默。他直视着楚玉，眼神之中没有闪躲，只有坦诚。楚玉几乎无法想象，一个装神弄鬼的人怎么会这样的坦诚。没有鬼，他静静的道：“这里没有鬼。”楚玉微微一笑：“我的屋子里自然不会有鬼。可是你心里呢？”他将语速放得很慢。我听说你经常给宫里的妃子驱鬼呢。他心里有些奇怪，天如镜为什么要这么坦诚？假如他说谎，至少能够拖延一二。难道他有？ 就算被拆穿装神弄鬼，也不会遭到罪责的把握吗？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？楚玉海要进一步继续逼问，此时门外却传来怀远的声音：“公主是否方便相见？”怀远有要事禀告。怀远的性格，楚玉是知道的。倘若不是真的有事，他不会来找他的。昨日的警告显然有些用。怀远能直接抵达他屋外，应该是途中侍卫一路放行的缘故。进来，楚玉走过去起栓，拉开门道门扇，缓缓分开屋外白炽的阳光，一下子打进来，照亮阴暗的外屋角落。 桓远俊美的脸容在日光里好像发着光，他面上略带焦虑之色。开门瞧见楚玉身后的天如镜，愣了一下，但很快就压住。亚瑟见他神情为难有，有执着之意。楚玉了然一笑，偏过头示意他附耳说来。很快便听到桓远压低的嗓音：“太后病危，太后姓王氏，现任皇帝刘子业的母亲亦是楚玉这个身体。”山阴公主的母亲楚玉这才恍然想起，她来到这个世界这么久，竟然一直没有去见过这身体的母亲。与其说是忘了。 倒不如说是抵触，就连去见小皇帝刘子业，也是拖延到不能再拖才应召入宫的。虽然太后对现在的楚玉来说是一个陌生人，但毕竟与这具身体有血亲之缘，眼下病危，他这个身为人子女的，应该去做做样子。楚玉很快便下决定，立即进宫还原。嘴唇张了张，似乎还有话要说。楚玉自动把耳朵凑过去，又听到个让他意外的消息。听完这个消息，他的脸色变得有些阴沉。他怕鬼。楚玉目光一转，转到一旁的天如镜身上。 他走过去，一把抓住天如镜的手腕，只感觉入手之处处温润微凉，好像上等的玉石。顾不得多想，他拉着天如镜朝外走。天师大人还有事要劳烦您一下，请随我一道入宫。坐在及时的马车上，楚玉面上的阴云一直聚集不散。方才还远告诉他，王太后病危，想要在临死前见自己的儿子一眼，派人前去通传，但是刘子业却不肯去，还说病人屋里有鬼。虽然楚玉从没把王太后当做自己的母亲，可是在此时也。 不由得为他有了一丝悲哀，辛苦怀胎十月生下来的，却是这么个不孝的孽子。得到这样的回话，那女子心中的痛苦应该十分强烈吧。同时，楚玉也在心里怀疑，对于刘子业这么一个本性恶劣、天性凉薄的少年，他真的可以改造？他们楚玉发自内心的觉得前途渺茫。与楚玉天如镜同车的，还有一身衣衫如雪的容止，他靠坐在角落，黑眸深不可测。 饶有兴味地观赏楚玉现在的神情，容止是楚玉半途给硬拉来的他。他拽着天如镜不出东上阁，正要往公主府外走时却，却忽然想起，曾听说容止的医术在公主府内是最为高明的。虽然不清楚到了什么程度，比之宫中御医如何，但是死马当做活马医，顺道带上他也算是有备无患。容止嘴角扬起一个微笑而奇妙的弧度，他望着天如镜，慢慢的道：“你就是现任的太史令，虽然曾经听闻大名。” 但如今还是头一次见到你的模样天。天如今淡淡的道：“我也知道，你他提过我。”不等天如镜回答他，他轻轻的叹了口气道：“你和前任太史令是什么关系？”前任太史令楚玉猛地想起来，上回听王一之说提出化学试验方法雏形剑，意的便是前任太史令楚玉。这回找来天如镜，除了想要利用他达成目的外，还想顺便问一下他前任的去向。怎料还没问到点子上，就被给打断了。听容止的口气。 他似乎和前任太史令打过交道。天如镜的回答很平和。他是我师父荣止点了点头道：“几代太史令都是由你们云锦山一脉传承。”你与他的关系，我原也能猜出，只是不求证一番，总是心有不安。既然你继承了太史令之位，那么他的嗓音陡然幽冷，仿若浸在寒冬的雪水之中。他呢，这话问得极好，也是楚玉想知道的。前任太史令呢，去哪里了？师父已死天。天如镜静静地说。他说这话时，神情依旧冷淡漠然，好像死的并不是至亲的师长。 而是一个毫无关联的路人。容止演播，温柔地望着天如镜，很慢很慢的道：“原来他竟已死了，真可惜。”他说话原就轻缓低慢，马车行驶之间，几乎将他的声音完全盖住。只余些微纤细游丝在空气中漂浮楚。楚玉也想跟着说些节哀顺变什么的场面话，虽说人家看起来并不怎么哀伤，可是连容止都说了，可惜，想必那位前辈是个不错的人，他也该表示表示。还没张口，却又听见空气里飘来容止轻慢的声音。这样惨淡收场，一死了之，可真是不像他的为人。 不过，你既然是他的传人，我也不会怀疑你说的话。云景山一脉的正统传人，从来不在这种事上说谎的。虽然此时应到节哀顺变，可是我还是想要说，这是我四年来听到的最好的消息。他死的实在太好了。听闻他的死讯我，我心中欢悦无以言表。唯一有些可惜的，便是我没能亲手了结他的性命他。他语调轻柔如雪羽翼，却又何其的恶毒刻薄处。楚玉这才回过未来容止，根本就不是在叹惋，只是可惜。 没能亲手干掉天如镜，他师傅这两人究竟有什么天大过节？竟然直到对方死了，还依旧怀恨在心。可是面对这样的言语攻击天如镜别说色，便连眼睛都没眨一下。看他的样子，楚玉甚至有些开始怀疑，那死的究竟是不是他师傅？过了片刻，他才道：“师傅临死之前曾对我说过，世间万物皆有定数，不是你的终究不属于你。人之生死也是如此，他的死与世间万物的生灭一样，皆是天数。每一天都会有无数的新生与无数的死亡，他不过是其中之一。”他对。 我说：倘若我有机会与你相见，便带一句话你。你是他生平所遇最可怕的敌人，也是最了不起的敌人。倘若死后有幽冥鬼域，他会在那里等着你处。楚玉从最初瞧见天如镜始，直至现在，头一次听天如镜说这么长的一段话。他的咬字很清晰，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。然而一长串的听下来，却更有种奇妙的违和感，好像他只是在朗诵一段写在纸上的话，没有自己的半点感情加入其中。容止听了，面上浮现莫测的笑容，他静静的笑了一会儿，才低声道。 确实，令师是个了不起的人。他也是我这一生唯一的拜祭算道，如今已经有三年七个月。只可惜他已经身死，我有生之年再没有机会挽回。倘若有鬼域，我会去寻找他的。他的声音低的几乎听不到，若非楚玉做的较劲，兼之马车行驶的声音减弱了他，他也许会错过这段话。 而当容止说完后，放慢了速度的马车也在此时停了下来。目的地皇宫已经抵达，穿过层层宫门，周围的景致由辉煌变作柔婉繁丽，便是已经来到了后宫女子居住的地方。走进王太后居住的永训宫，远远的便听到了些吵闹声。楚玉眉头一皱，直接越过领路的工人，便飞快的朝那混乱声来源处跑去。楚玉提着裙摆在长长的回廊之中奔跑，他也不知道自己在着急什么，只是心中有一个念头。 让他快些，更快些，几乎是飞奔着闯入永逊宫，穿过几扇门，绕过精致华美的屏风，在弥漫的浓郁药味里，楚玉喘息未定的看见了一个垂死的女子，便是这繁丽之中唯一破灭的腐败。非常华丽的屋子和床榻被褥上绣着绚,绚烂的繁花，可是，一片繁盛之中，那个苍白的妇人面上写着凄厉的痛意，她披散着头发，双手不住挥舞着，若不是旁边有宫女扶着拦着她。 只怕要立即滚下床来拿刀来拿刀来！一名年老衣冠脸上长得通红、手足无措的站在一旁妇人喊得声嘶力竭，可是也许是病体虚弱的缘故，这喊声并不能传出太远。周围宫女一片慌乱，不住的劝慰太后别伤了自个身子，她们也是手忙脚乱，毕竟这床上躺着的是尊贵的太后，谁都不敢太用力气按着她老人家。可是倘若放开，却又怕她伤着自己。楚玉站在屋子里停下脚步，方才的焦躁仿佛都散去了。他用。 陌生的眼光审视着王太后，她身姿削瘦，大约三十多岁的模样，并不似楚玉想象中的那样苍老。此时，她的风度仪态荡然无存，只哭泣喊道：“快拿刀子来，我要剖开肚子看看，怎么会生下这样的儿子？”她双颊上泛起病态的嫣红，这让她看起来更加憔悴。此时，有宫女转头，让人再传唤别的御医，却发现了楚玉的到来，就要上前。见李楚玉挥了挥手，快步走到床边，握住王太后一直挥舞的手。 好受所握着的手，纤受苍白光滑的皮肤，应该是长期保养所致。可是皮肤便是个人的骨头，所谓的皮包骨，也莫过于是。楚玉心头有些怜悯，暗道：就算是继承山阴公主的身份，替她尽一尽孝道吧。虽然他不确定山阴公主本人是否想要尽这个孝道，但至少他实在不忍心看到一个母亲这样痛苦的死去。察觉手猛的被人抓住，王太后转过头来，瞧见楚玉一怔之后。 面容慢慢的由疯狂变得冷静，是你楚玉叹口气，屈膝跪在床边，让自己与王太后之间的视线尽量持平。他伸出另一只手，两只手一起包住妇人瘦的只剩下骨头的执掌，心里稍稍别扭了一下，才开口唤道：“母后，是我从前都是女儿不好，没能尽为人子女的孝道，今日女儿才知道后悔，希望母后能原谅楚玉。”真诚恳切的望着王太后，母后，不管我们从前有什么不快，今日都暂且放下好吗？从王太后先前的反应。 他拿不准这对母女之间的关系如何，但是不管怎么说，先低头认错总是没问题的。楚玉注视着王太后，此时冷静下来的妇人眉目间终于隐现昔年的高贵风仪，即便是病痛缠身的憔悴，也不能够完全遮掩她还这样年轻，却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。而这个时候，他的儿子竟然连看也不来看一眼王太后，注视了他片刻，才颤抖着伸出另一只枯柴般的手，轻轻的抚上楚玉的脸颊，嘴角似是想要笑，眼泪却从目中流出。 原来我还有一个女儿，她艰难的想要坐起来，却被楚玉赶紧按住。母后，您现在的身子不宜妄动。王太后见到楚玉，虽然来的不是儿子，可是也有些欢喜。可欢喜之余，方才的气力却好像忽然全部失去，就连意识都有些恍惚。楚玉见王太后就要虚软的合上双眼，连忙叫到：“母后！”第一口“母后”叫出来后，之后便顺口了许多。眼角余光瞥见门口一角雪白的影子，楚玉稍稍偏头，冷然道：“容止。我知道你医术高明，替我母后瞧瞧，能不能治好她？” 容止迟了片刻，才缓缓地踱入屋内，在楚玉目光的逼视之下，来到太后的床边，只随意地瞥了一眼，便摇了摇头，意思不言而喻，就是没救了。赶紧准备后事吧！楚玉冷笑道：“我特意带着你来，可不是为着让你说这话的她。”他顿了顿，拉长了声调：“七叶雪芝现在唯一能牵动容止心思，大约便是这医治花错的药材了。”容止无奈的道：“公主，你不能这样强人所难，我也有做不到的事。太后已经是病入膏肓，油尽灯枯，眼下仅余半口的生气。” 能一直活到现在，已经是心头愤懑、意志支撑。即便他有通天的医术，也就不回来。楚玉松，开太后的手，小心的让她躺好，拉上被子，严密的盖上，才转过身望着容止道：“我要你竭力相救，而不是只是瞧一眼就对我摇头。”容止沉默一会，道：“既然公主这么说，我也只有尽力而为。给我准备药材、针据所有人听我指派，也许能延长些许时候。可是如此，也不能完全做保。”楚玉也知道这是他能让步的极限，得到这个结果。 已经满足，便咬了咬牙应下，如此便好。尽人事，听天命。倘若不能挽回，我也不怪罪你。说完，按照容止说的吩咐下去。末了，转头望着已经陷入半昏迷的王太后，柔声道：“母后，您不是想见那小子吗？我这便去把他带来。”原本楚玉对刘子业的感官，只不过来自于记载与风评，可是眼前这一幕却勾起了他的怒气。身为人子的，竟然在母亲重病冰亡的时候，拒不来见最后一面。 这样的心肠，又岂是狠毒凉薄可以形容的？留下一个容止给王太后诊治，楚玉转身又匆匆的走出永逊宫。迅他出门时，飞快的拽上天如镜，动作快的连岳杰飞都有些反应不及。看着小师弟被楚玉拽走，岳杰飞连忙想要跟上，却被屋内穿出容止的声音给叫住。岳杰飞，花错不在，你来帮我一把。岳杰飞一愣之间，已经被随后走出来的容止扶住肩膀。楚玉拉着天如镜走出几步。 听到容止的声音，脚步微顿，头也不回的吩咐道：“月劫飞，你也听从安排。”说着，又继续朝前走去。月劫飞满面为难，在小师弟和抗命之间犹豫，最终还是打算冒险跟上去。可面前却横着容止伸出来的衣，一只手拦住他的去路。前方，楚玉与天如镜正越走越远。容止轻咳一声道：“你便放心吧，眼下公主没有心思动你的宝贝师弟，是有轻重缓急，公主不会不分轻重。”他眼眸半敛，嘴角含笑：“你难道瞧不出来吗？” 公主并不想你跟随着，否则也不会命令月婕妃留下月劫妃。月婕妃面色阴晴不定，片刻后才扭头瞪着容止道：“你保证公主不会对阿静下手？”容止失笑道：“我保证有什么用处？就算公主真下手了，你还打算怎么给她找回来？”不成，见月婕妃瞬间色变，便她才收起戏弄之色，微笑道：“这回不是骗你，我与你师门旧日有怨妇里有一个你，便已经足够头疼，我又何苦再让公主弄一个天如镜与我相伴她？”她提起旧日恩怨，月婕妃的心思陡然被。 转移，他望着容止，面上不由得浮现凛然杀气，几乎便要克制不住的出手。可以想，容止现在的境况，公主还要留着，他就太后，只有强自忍下，硬邦邦的倒回屋。楚玉和来时一样，疾走如风，拽的天如镜也不得不跟着他加快了脚步。可是楚玉并没有直接闯入刘子叶的宫室，而是先在路上找了个冷僻的院落打量一下，发现无人居住，便拉着天如镜一起走进去。 微微喘息，楚玉停下脚步，这才放开气度清华的紫衣少年。虽然这些日子楚玉已经刻意的让自己多加活动，身体比从前灵活了一些，可他方才气闷之下一路疾走，还是有些乏力。转过头来，楚玉的目光陷入一片空灵的澄明之中，心头仿佛被猛地浇了一盆凉水，混乱焦躁都被冲刷的干干净净，半点不剩。楚玉拉着天如镜来到这里停下，原本是为了别的目的，可是此时却忽然鬼使神差的问道：“你是否知道？” 你师父与容止的恩怨话才出口，楚玉陡然一惊，可心头也随之陡然一松，整个人好像放下了一层重担一般。原来在他心里，容止给他带来的压力已经如此之重，重到了超出所有事物之上。甚至在眼下这个时候，内忧外患交逼之下，一找到机会，他最先想知道的却是容止的事。原来世界上最可怕的，除了死亡，莫过于未知。在容止身上有着太多的未知他，他才会如此的忌惮，小心，如此的百般防备。天如镜的话。 让楚玉的心再一次的提起来。师傅曾经对我说过一些，楚玉几乎没有觉察到自己的脸色已经微微苍白。他紧张的上前一步，用力抓住天如镜的手腕。你师傅说过什么？一阵风吹过来，吹动两人的衣衫，天如镜衣袍外笼罩的纱衣被风卷起，少许反贴在楚玉的手上。若是此时有人从园外经过，从门口看来，便会看到这两人相对僵持着，楚玉的手。 还抓着天如镜的手腕，距离近的有些暧昧。过了片刻，楚玉有些恍然的松开天如镜的手腕，也不知是失落还是释然，慢慢的后退两步。原来是这样，半猜测半询问着，从天如镜的口中，楚玉才算是断断续续的知道昔年发生的一些事。三年多前，容止在游历之际毒杀了岳杰飞的师兄，于是他们的师傅天如月前去寻找容止，经历了半个多月的斗智追逐荣止，容止因为年龄上青筋。 燕部族落败成秦，可是就在天如月要杀死容止时，山阴公主赶去阻拦，将容止带回自己府上。天如月与容止定下约定，除非他能挽回败绩，否则容止要一直留在山阴公主身边。重担卸下之后，取而代之的是一阵巨大的空茫的失落。楚玉有些茫然，现在确定了容止真正的敌人并不是山阴公主，他应该为此松一口气，并感到高兴才对。 可是，在放松的同时，不知为何，他又想起了容止今天在马车上的反应。倘若一个心心念念要战胜的人，却在忽然之间得知他已经死了，此生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，那种怅然的失落、遗憾，会不会比他现在更加的空茫虚无？而天如月一死，容止所受约定的束缚，会否就此解除？心中所想的问题，楚玉也便这么的问了出来。反正他已经问了天如镜太多，也不差这么一个天如镜。慢慢的摇摇头，师傅与他的约定。 由我来继承。他神情淡薄，只是在陈述一件很自然的事，语调平静，目光纯然。楚玉沉默片刻，情势一下子剧烈转变，原先所认定的产生彻底的颠覆，这让他思想上一时之间还转不过来。因此，除了必要的思考外，楚玉脑海之中竟是一片混沌的茫然。命令自己不要在这件事上耗费太多心神。楚玉抬起双手，用力揉了一下脸，再拍打两下才振作起精神来，重重的吐出一口气。楚玉望向天如镜，待会我要带着你。 去见陛下，陛下以太后房中有鬼为由，不愿去探望太后。你便告诉他，你可以驱散那些鬼怪让她，让他尽可放心。